刚炸好的烤肠。哎呀妈，有点炸火大了，好烫啊！刚出锅老烫了。现在五一的活动来了，提前搞了，37.9块，花三包。这是嘴上叔他家的，肉老多了，全是大肉块，太烫。现在烫是鼓鼓着，一会儿凉了就抽巴了，空气炸锅一炸就这样。老好吃这烤肠，大肉丝。抽不糊了，火大了，回家可以，你们可以改成花椒用油煎。我图一省事，就放空气炸锅里扔了就不管大肉块。